嘴呢？今天姥姥就弄点雪碧可乐，做个花样给他们看看。动一下就好了。来，做个可乐布朗尼。姥姥，这还真做人菜了。那这个雪碧我拿去炫了。哎，不能喝，这也是做菜的。这比我们不是水好玩多了。完了就可以吃了。雪碧和可乐做的呀，这花样还挺多的呢。我先来吃个水果可乐了。嗯，这 QQ 弹弹的太赞了。我来尝个黄金雪碧炸酸奶。啊，这酸奶真的好好吃哦。嗯，姥姥处理也可以吧，比那龙井水好喝多了。就是就害我。